是某个寺，然后在四川境内，然后另一边是甘肃。叫什么寺啊？照一照，照一照。栏目寺。不是啊。那个安多达仓朗木寺，哦，还是朗木寺。虽然说是在四川境内，但是还叫安多。现在地上有很多很多的纸钱，它们应该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的变成风化，像树叶一样，所以不会污染环境。好，安多朗木安多朗木寺，对面的也就是咱们的甘肃的朗木寺。这真正的朗木寺的发源地也就咱们的四川，就在这个境内。哦，这境内的为啥有三旗呢？三旗第一旗就是。对面那个红石崖，对面有个那个啥红石崖，哎，这个觉得这个看起来就像一个大睡坡，哎，这个地方肯定是一个好地方，山清水秀的地方。他就刚开始发现了那个第一期，哎，他这个石壁的话就是第二期，就是他自然就显示到这上面，这只有下面这个莲花座水人物就自己加工上去的，这就第二期。哎，石壁显示第三期的话，待会咱们到寺院里面能看到。四象瑞和图，大家看，那中间那个鼻子是一个大象，看到大象的头。然后大象旁边旁边好的，这就有一个猴子。猴子旁边这边是一个飞鸟，看到就要一个鸟的形式。还有里面有个猴和那个兔子，兔子看不见。有啥困难没有克服不了的，他们就齐心协力啊。哎，就大象身上面就猴子，猴子上面是兔子，兔子上面是飞鸟。真不错。飞鸟把那个桃子摘下来以后，慢慢往下传，让大家第一个表示就是民众团大团结，第二个表示就是有啥困难，身上有啥困难，大家就是齐心协力，没有办不到的事。对，啊，就大象，大象鼻子，这是猴子，嗯，然后这是飞鸟，看到了吗？哦，飞鸟尾巴。猴子在里面看不到，主要是他们请不到长颈鹿，因为长颈鹿在非洲。否则的话就。首先这个许愿，就是比方说这个女孩出嫁了，她要生个男孩，哎，还要生个女孩，但是在这个地方要许愿，许了愿以后，等她出嫁，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，平平安安生下来以后，还到这个地方要还愿。对。一般还愿的话，他们在这个地方拿个杯过是那个，过来要还愿的，就说的哎谢。就是感谢这个仙女，呀，那很好，生了儿子。如果生了个很奇怪的东西呢，那会怎么样？他不可能啊，他们一般这个的话，一般还原也一般也不能。他要是生了一个奇怪的，他不可能到这边还原了。他觉得这酥油灯，酥油灯。哦，酥油灯啊！这是有些人在还原要绑的好的啊，是最洁白的东西。好吧。整个就是把身子铺到这个石头上面，就这样爬一下。嗯。哎，这就是说是。能治心脏病，他们有这种说法。所有的人，你看过来摸得光光的。地方，从这个地方钻进去，从那边下来，就说是你这个人是一个好人啊。哎，就是说吧。如果钻不出来呢？哎，能没有钻不出来，这都能钻得进去。上次我拉过来一个那么胖的小伙子都钻进去了，反正比较费劲。这就是咱们这边的叫麻尼奇，麻尼奇的话，这边这些的话，一般要放到风区的摆动一次，就说是他们家里面的人，当地的人就说是念了一遍经，就说你们家里面这边有啥恶事啊？我给山神寄了一个剑，就说是山神用这个剑，就把这个不吉利的事给你就舍掉了，就说是那很好，挡个掉了，就说是。那拍什么？下面的钱吗？哦，白龙江源头还在里面，这个就是眼药保险，这个的话，你那个水洗脸的话，能治眼睛，这个。那么好。啊。他洗眼睛。哎，那棵树怎么像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样子？那你还带那个擦脚的毛巾吗？哦吼！好，再这样下去要没有？要不要在这里面拍照？这纳摩大峡谷，啊，这大峡谷太漂亮了，挺漂亮的。这就是白龙江源头。咱们甘肃那舟曲的啥泥石流主要是这个白龙江害的。哦，是吧？哎，这一直流到舟曲，这白龙江的它就是嘉陵江的一条支流嘛。哦，就是那个很可怜的，什么把一个村庄埋的那个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个。它的越往下面，这个小溪一个汇流到一块儿，再多一块源头。啊，不更源头很可怜，只是树被。这个白龙江的话，养活了多少人啊？
还有白龙江上面有好多啊，这个就是源头啊，这个是不是有牌子吗？呀，白龙江。好，来清水一下。源头污染，整条白龙江都被污染。对的，整条白龙江终于被我的手污染了，耶、！Very nice。嗯，就是，主要是有点像康师傅。农夫山泉。嗯。因为刚刚那前面那有一个小眼。啊，好的。树叶片。完了，你那照着相，从那上去可漂亮。好。那上去看这面特漂亮。Yeah。好，大谁是什么小辣椒？这是重庆还是四川？都是啊，都是。哦，朗姆大峡谷，纳摩大峡谷，不错，大家走吧，我会跳下来的。